你好，今天我要说说在中国最大最大的火锅店。你知道中国人很喜欢吃火锅，咕噜咕噜，很好吃，我们很喜欢吃。在中国有很多很多火锅店，可是最近我看到了一个最大最大的火锅店。这个火锅店在中国的重庆。可能你听过四川。四川、重庆，他们很近很近。对，这个火锅店它在重庆。好。那为什么这个火锅店是最大最大的火锅店呢？因为这个火锅店在一座山上，这座山叫琵琶园。为什么叫琵琶园？因为这座山上有很多琵琶。琵琶是什么？琵琶是一种水果，很好吃，酸酸甜甜的，很好吃。好，所以呢，这个火锅店叫琵琶园。这个火锅店非常非常大，它是一座山。那这个火锅店有多大？有多少张桌子？有多少个人可以一起在这个火锅店里吃饭呢？我听说这个火锅店有800张桌子，然后可以让6000个人一起吃饭，同时吃饭，非常非常大的火锅店。你可以看照片，一座山都是吃火锅的人，看起来非常有意思，对不对？可是有一个问题，如果你要吃火锅，那你要先爬山，因为这个火锅店在山上，所以呢，你要先爬山，然后你才可以吃火锅。如果你担心，吃火锅变胖，变胖，那这个火锅店你不用担心。因为你一定要先运动，爬山，爬山，然后你才可以吃火锅。吃火锅的时候呢，你还可以看夜景，很漂亮的夜景。夜景就是夜晚的景色啊，你可以看看重庆的夜景。因为你在很高的地方，所以你可以看看，哇，重庆很漂亮。如果你有孩子，你的孩子可以自己玩。在这个火锅店，他们给孩子很多很多好玩的东西。对，所以你的孩子，你可以说，你自己去玩，我要吃火锅。对，所以爸爸妈妈也可以去。那这个火锅店的东西怎么样呢？好吃不好吃？我听说这个火锅店的东西非常非常新鲜，非常新鲜。好，味道怎么样？我觉得每个人的想法看法不一样，有的人觉得好吃，有的人觉得一般般。对，但是我听说这个火锅店的东西非常非常新鲜。那这个火锅店这么大，这么多好玩的东西，贵不贵呢？我查了一下，他们说一个人大概120人民币。人民币是中国的钱，120人民币差不多是16美金，16美金，对，美金是美国的钱。好，所以呢，在中国
这个不算贵，也不算很便宜。我觉得你们应该去试试。我没有去过重庆，我也没有去过这个火锅店，可是我听说重庆是一座非常非常有意思的城市。重庆有很多很多楼梯，然后呢，重庆的天气很特别，重庆有很多雾，对，很多雾，所以呢，夏天的时候，我听说重庆非常湿热啊，湿热，对，冬天的时候呢，我听说重庆非常湿冷，听起来是我最不喜欢的天气。对，虽然天气我不喜欢，但是我觉得我要去重庆看看，我要吃他们的火锅，重庆的美食，我要去走一走他们的楼梯。对，你呢？你觉得你要去重庆看看吗？你要去琵琶园吃火锅吗？和6000个人一起吃火锅啊，我觉得很有意思，你觉得呢？好，谢谢观看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你想看更多的视频吗？那你快去我的网站，叫 www.lazychinese.com， 在那里我做了更多的视频，从零基础一直到高级。在零基础的视频里，我会告诉你一个很简单很短的小故事，然后我也会告诉你汉字的故事，我们可以一起读一个汉字的故事。在中低级的视频里，我做了各种各样的故事，可能是我吃东西的，可能是旅游的故事，可能是成语故事，可能是中国经典的故事。对，我做了各种各样的视频。好，然后呢，在中级的视频里，我做了很多我自己的故事。如果你喜欢个人的故事，可能你会喜欢我中级的视频。然后在中高级的视频，我做了很多社会话题相关的故事。对，我以后会做更多的视频，我也会邀请更多的中文老师来做不一样的视频，所以你可以期待一下。好，如果你要和我上课，你也可以在我的网站找到 Book Lessons， 然后我有1:1，然后也有小班课，你可以看看你喜欢哪一种课，欢迎你和我来上课。如果你不明白我的视频，在我的视频下面有免费的文本，对，你点一下，你就可以看到英文的意思还有拼音。好，所以希望你赶快去我的网站看一下，谢谢。